我要一只钻石狗，所以我就要用绿宝石换钻石，用竹子换绿宝石。我的竹子不能换绿宝石哦，两只都不行哦，又要召唤一只哦。我的海龟出来了没有？海龟出来了没有？有出来我也不需要再召唤哦。像这些感觉都要裂开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还久一点，这个感觉都要裂开啦。这个是第一阶吧？这个是第二阶了吧？接下来就是要裂开了吧？哎，算了啦，再去召唤比较快。村民，我又来召唤你了。好了，我们的资源 OK 了，凑齐了，杀一杀牛嘛，拿到四本书。等一下，这个荧光没多一个，数量不够不行。哎呦呦，眼前一片黑，数量不够不行哎、欸。做一艘船，把你放在里面。就在这里好了。他踩着船呢、欸，他竟然没有进去。你这么强哦、喔，你不为所动，你没有进去。你这么强哦，再来一次。好了，有了，放在这里哦，可以交易竹子了。我帮你往前开一点。好了，帮你开到这里，离竹子交易很近。我们要交易三个钻石，三个钻石就是要15个绿宝石、欸。15个。我现在才一个，不够。哇，才8个，15个，才一半而已。还要再养，再种一点竹子，没关系哦。我们还有很多谷粉种植树来了。哎呦，有城市进来打我，我还拿到一个鹦鹉螺壳哎。陈思健从这个门走进来，而且，这里有人丢三叉戟哎，我是不是有机会拿到三叉戟？拿到三叉戟好像也没有用哦，很快就会烂掉了，没什么用。哎呦，射进来了，好凶悍哦！要么你就进来打我啊！我的海龟孵出来了。得吃草，海龟终于孵出来了、欸，所以就有1、2、3。我那种收什么竹子？努力的长大啊，长大，全部都得你吃了，赶快长大哈！那个一转头回来就长大了，希望如此啊！转头回来，长大了，蛮多只的、欸，同时孵化1、2、3、4，4只。哎呦，钻石够了，结果好像还是竹子比较快哦。竹子我换，又没差一颗，差三个竹子。好了，我去补撒一点谷粉哦，来15颗，刚好3颗钻石，做一个钻石镐，来跟你换3颗钻石。钻石镐登场，噔，黑曜石攻克了。我们的海龟也长大了，拿到1个壳，这里有两个壳，有4只啊，照理讲应该有4个壳，对不对？另外2只还没长大，是不是吃的海草太少了，还没长大？对，这里还没有长大，那多喂你吃一点海草，还没长大就多吃一点。长大了，在我抱怨的时候它长大了，剩下最后一只哦。重点培育有没有？重点培育，重点啊，你跑去哪里哦？我要重点培育你，你躲到半砖底下，要怎么重点培育？我养，长大，继续长。哎呦，砸了很多海草在他身上哦，他应该吃饱饱吧，瞬间就会 build 嘞，壳就掉出来了哈、哦，
先去把这三个换成绿宝石。哇，绿宝石大喷发哎、欸！有海龟壳之后就大喷发了，24个有够爽。哎、欸，换回来，马上又有了。这一轮涨完了，好了，海龟都长大了，我们就专心的做我们的黑曜石好了。把这个放在这里，这个岩浆桶放在这，哎、欸，就是黑曜石嘞、欸，嗯、欸，好像蛮顺的、欸，这样，黑曜石放在这，我本来是想把这里开辟成一个对外联络的地方啦，哎、欸，这里挖掉，哎、欸、呦，水进来了，水进来了，水进来了，好了，我把这一扇门开辟完了哈，接着就拿钻石镐把这个黑曜石挖起来嘛。然后回到那个黑曜石祭坛，把它放上去哦。诶，这样子有黑曜石，马上就可以做出那个什么，那个天气图腾了。我把这四桶岩浆都换成黑曜石了哈、哦，它到底要几个啊？过去看一下好了，我记得没错，好像是三个吧，是不是？有我游到这里。游上去，做的有够迂回的，来了来了，先看一下他需要几个，他只需要三个哎、欸，三个黑曜石，噔噔，哭泣的黑曜石一个，所以我每做完一个，我就要在这边一直挖挖挖挖，有够久，挖这个有够久，哇，谁在切洋葱？再来。好了，我把这四个黑曜石都换成哭泣的黑曜石。我记得我原本的那个建筑物里面好像也需要一个嘛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以回去盖了哈。这个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吧？我把天气图腾盖在这一块好了。这个是我原本是我的生态房嘛，满是泥土的，都被挖掉了哈。把它放在一二三空三格这里。来吧，天气图腾建筑完成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进去看一下。天气图腾有一本书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一个配方 ，Tiki 的牺牲，这是什么东西 ？Tiki 的奉献，看一下这是什么好不好？要做那个、欸，哎，那个是什么？中介水晶，哇哦，要农作物哦。它四分之一的农作物就是要放在这里哦。看来我要种甜梅，欸、不是种甜梅，种那个甜菜根了、欸，还有马铃薯了，不能不种哎、欸。看一下这本书里面写些什么，这个跟之前写的一样哎、欸，你只要把东西放到箱子里面，配方在箱子里面，然后你只要把东西放到木桶里，然后站上去一秒，这个以前念过了。我把木桶放在这里，然后东西丢进去，是不是？这个看来我要大规模种植了、欸。这个我去看一下，我到底缺些什么，好不好？甜菜根有缺，然后马铃薯有缺，稻草捆缺，还有缺这个南瓜不缺，西瓜不缺，荧光梅不缺，哎呦。胡萝卜有缺、欸，胡萝卜都被我丢掉了，丢到堆肥桶了。看来要大规模种一下这个了。先把胡萝卜收起来好了。收完胡萝卜，哎、欸，超过64个嘞、欸，哎呦赞哦！先种我们的甜菜根。其实我现在想想，那个农作物其实还蛮简单的、啊，种下去就有了。比较难的是这个中介水晶，对不对？根本就不知道中介水晶要怎么做哎、欸，这一个中介水晶制造器，哇！所以我要做出这一个房间，才可以去那个 Takey 祭献，然后让天气不要下雨。那做这个之前需要这一个房间，这样这还会有这个吗？发光墨囊，这里有发光鱿鱼。才会有发光墨囊，然后这些珊瑚，这是珊瑚天堂嘛？要有这一栋，
所以还是要一阶一阶来嘛。这是珊瑚合成式，哇哇哟，太邪恶了哟！随便都是十颗钻石起跳的哟，十颗钻石，十颗，我现在可以换几颗？我刚刚有用一些咯，十颗全部，哎呦，只能换六颗而已，不够啊，做不起，我只能继续寄望这些海龟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又有小海龟出来嘞！哦哟，这边实在太急了，对不起，我要那个减量了啦，减量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其实我在想，我不一定要杀掉啊，我可以大只的就流放回大海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好像比较自然，对不对？大只的流放大海，小只的保护起来。可是如果我在这边开一个门，那小只的不就直接游出去了吗？这样不行，不要随便开好了，先这样子。啊，我的海龟们长大了，收获三个海龟壳。哇，今天收了好多海龟壳，有点开心欸。跟你换，跟你换，跟你换，又26个了，26颗可以再换5颗，欸，超过了，帅啦，靠海龟壳才是王道嘛，我应该要多养一点海龟壳，对不对？可是海龟壳如果没有盯着，错过了，错过它长大的时候，海龟壳会在外面喷掉，欸，有点风险。我先换四颗好了，十个了，最困难的钻石凑齐了。我们要做的是这一间吧，对不对？这一间，这个还要什么东西？22个铜，30个铁，哇，30个铁就是要90个小麦。哦哟，好多哦，还有21个金，就是要很多小麦，很多很多小麦，甘草捆。好了，先把简单的铜做一下好了。现在什么都不会齁，种田最会了。20个铜，紧接着我们也把金也，等一下那个龟乌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也把金也搞定哦，换换，拼命的换换换，拼命的换。我这个一组才6个，至少要换3组。21个金。也换出来了，搞定了。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铁锭了，铁锭三个，90个火焰弹，有点多夸张欸。我现在应该要趁着海龟们都长大，要开始人道作业，对不对？人道作业，把他们都流出去。从哪边流出去好？哎，这里好了啦，正后方，直接让你们爬出去好了，人道作业，不要再把你们杀死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舒服多了齁，这个海龟可以直接在外面游了，人道作业了，不杀你们了，自己游出去哦。我应该要出去拿着海草，让他们出去，对不对？放养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全部出来齁，人道作业。哎呦哎呦哎呦，等等，城市太多了，我要死在这了，不行不行，哦咻，哦呦，什么人道作业啊，太恐怖了。哎，这里只剩下两只不想出去的，哎，那我先把这里封起来了。哦咻，哎呦，封起来封起来，然后其他的出去就让它自由的在外面游嘛，这里先封起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跟海龟玩了一阵子哦，又拿到了三个龟壳，哇，总计38颗绿宝石哎，再换，可以再换7个，还没到10个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的火焰弹有90颗了，全部都帮你打成这个啦哦，用了好久，种田种好久。可以变成铁锭了，30个铁锭有了，
现在我们可以去盖这个珊瑚房，是不是？这里怎么会有海龟啊？这个海龟也走太远了吧？太努力了，到处都有海龟，海龟比人还自由，盖在这里好了。